致命俯冲，呵，全都倒地了吧。龟小子，你练习的怎么样了？我你还不放心，绝对是杠杠的。我每次从天上俯冲下来，虽然伤害很高，但是我的爪子落地的时候真的很痛呀。007，你给我想想办法呗。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说，所以我要带你去一趟沙漠，跟我走吧。现在要去给你找一件神器，为你的进化再次加强。不过咱们就要进入焦土戈壁的领域，这里拥有着最强的守护神，所以你还是先吃药吧。遇事不决，吃药解决。小伙伴们都懂，你的技术加上我的血脉，只有两字能够形容，超级无敌。喂，007，等等我呀。前面就是神器的藏匿地点，不过里面地形复杂，你可要跟紧点。嘿，我好歹也是一名探险家，钻过的洞比你走过的路还要多呢，怕啥？咱们进。最近灰小子嚣张了很多，感觉大事不妙啊。说实话，这个洞穴确实很容易让人迷惑，而且在咱们面前有左右两条路，为了节省时间，一人选一个吧。好，那你先选。那我就选右边吧。不，左边。右边。不是，还是左边吧。你到底选好了没有？嘿嘿，那就左边吧，我确定了。看咱俩谁先找到神器啊，走了。我的眼睛好晕呀，走了这么久怎么还没发现神器呢？难不成是我选错了？哎呀，就该选右边的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遇见路口就往右走，绝对不会出问题。哦，神器呀，神器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？我已经完全走晕了。嘿嘿，果然没错，神器就在这里。赶紧拿走去跟灰小子会合。BBQ 了，我现在神器没找到，还险些在里面迷路。算了，还是原路返回吧。哦，还是外面的空气好呀。现在007也不知道有没有拿到神器，我还是回家等他吧。哦，哎呦，谁打我屁股？好啊，你竟然敢偷袭我！非法闯入焦土领域，守护神有令，一律射杀。啊，就凭你？正好今天郁闷一天了，也该活动一下筋骨了。虽然没有神器的加强，但是凭借进化药丸的力量也足够了。黄金施救进化成功，我现在身穿能量战甲，一声嚎叫，金光四发，双爪向前扑击，一股强大的能量波爆炸而出，看我的金光穿云箭。现在就让你们这些小杂兵看看我的厉害。全部倒在我的利刃之下吧！呵，哼，看你们还如何阻挡我！敌人来袭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！消失吧你！还敢叫人？就我今天这状态，还有谁是对手？哇哦！那必须是我了。代号地狱卫，我是重装型火力开发，想要离开这里。先问问我手中的大枪再说。我去，你不会就是这里的守护神吧？守护神大人怎么会轻易露面？想要见到他，就必须拥有超强的实力。
超强的实力，那咱们比试比试不就知道了？接招吧，看剑！看枪！妈呀，我居然无法击破他的防御！我在天上怎么还会中弹？我手中的武器可以进行红外自动追踪，你跑不掉。我的天，现在我居然被追着打，这也太没面子了，今天我跟你拼了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这场游戏可以结束了，接受我超能炮火的洗礼吧。救命啊，谁来救救我啊。这个家伙的血脉绝不简单，居然没有被直接打死，看来要把他交给守护神大人。